你的脚怎么这么傻呀？妈妈，你没事就行了，其实可惜了我的手机了。手机坏了别心疼，妈妈现在就去给你买新的。哈哈，我妈这么气了，我偷偷放一颗钉子在妈妈脚下，然后我在自己的脚上涂点火龙果，推她的时候顺便把手机也扔在地上，这样我就可以有新手机了。不对呀，我刚扫过地，地上怎么会有颗钉子？奶茶被加酸后还如此淡定，不好，脏到了。奶